嗨，大家好，今日咱继续来探讨呾香应该雕上为字诗，哎，雕做泥写。通常咱麻烦人个咱做事，咱会呾哎，累了小虎啊，这个小虎，嘿，小虎雕做泥写呢？小虎就是真老个字，多三眼两拍，更是通眼如白个竖琴下点对杯，就呾正直气道，四不像我。下岗就有你买两千，下步操作小虎，小虎就是真难字。今日个我为错人出去剃头，每每件经常是一个店都排队，排队就有人唔自觉爱参队，店了当参队，参字做哩写呢？参字就怎写？参队个参，四字顶下半三只羊啊，这个是拼音参参队。当帮咱搬入正阳物件的时候，或者人要咱刻入正阳物件啊，我刻伊，伊刻我啊，这个刻字，刻字怎哩写呢？或者人个写作急，是这个刻字有字，刻就是这个字啊，刻字个刻啊，也是刻刻个意思。以后引申做动词或者解释用，比如说呾啊，我刻人老去，也就是这个刻。